你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战地风云一》侦察兵。第一次出这个侦察兵系列，说真的，我的步兵实在是太累了。为了解锁这个勒贝尔 M1886 的狙击手，我花了超级久。解锁勒贝尔 M1886 狙击手的条件是用潜望镜标注敌人，让队友打死10次，跟在一个回合里面用那个。俄国人1895狙击手爆头5次，潜望镜的条件并不难，整场一直飙人应该就可以达成，但这个一定要先达成。我刚开始不知道，我先达成了1次5颗爆头，潜望镜没有达成，爆头就被洗掉了，超级崩溃的。过程中好几次都是4颗爆头就结束。不断努力，终于在这场让我达成了。这关熊火烧熊家真的是蛮狙击天堂的。把这个影片放上来跟大家分享，终于得到勒贝尔 M1886 狙击手的喜悦。然后这关有熊入境哦。你这样会不会站太远？97公尺，应该还行吧。J'ai un soldat ennemi en visuel. Soldat ennemi en vue. Yeah, 一个。J'ai un médecin en visuel. Il y a combien de gens qui ne bougent pas? Quoi là? Ne tire pas, ne tire pas, ne tire pas. Ah, tu viens de tirer. Oh oh.这边是哪里啊？死路，不过那里好像有洞口哎，或许不错哦。125公尺，稍微比刚刚长一点。刚刚有人趴着，对不对？爬起来吧，各位。机会、，Yeah，Yeah， 3个了，看来这场很有希望。有没有人？还有没有人？这个死了。啊，可惜。我标得到他，但是好像射不到他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奇怪啊！哎呀，用命死掉！被人家打掉了，救他救他！我要继续拍呢，别走啊！啊，这里，这都淹了啦，打死了但是没有爆头。啊！输太惨了吧！我在这边狙好了，等一下他们应该会往上打、哦。
哎呦，附近有人嘞！啊，那边都是人，那边都是。只好再退远一点了，我们快要把所有的点都输完了。地方嘛，趴下我怎么打？哇，好多人都聚集在那后面哎！你太远，下一步。可以打的目标，有机会，快瞄好！哦耶，抢到了，最后一个，还七分钟，应该很有希望，这不错哦。哎呀，这好像有点远呢，改成300好了。Objective Edward. Ow! 用这棵树当掩体。C'est un soldat ennemi en visuel. The enemy controls the objectives. Ah! 可恶！可恶！我来报仇，打中你了吧？Soldat ennemi en vue. Halfway there. 哦，他看着我，两个。J'ai vu un soldat ennemi.第二线没打到。Attention, soldat ennemi. A flame trooper kit is available for your location. 不难啊。一下要150-300，太小了，人太小了。啊！打别人好了。都打不中啊！嗷嗷嗷！谁？700多分了，哎，完
成了，耶、yeah, ！完成了，我想说会快不行了，完成了，耶、yeah ！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